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是《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》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一样要来，应该是说抽奖。那看说到底能抽到多少的人物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进入酒馆啦。那今天其实我玩了好一阵子，然后我存了蛮多的。我们先来高级招募吧。那一开始的话，你高级招募的话，抽50次以上，你就可以新增加神话级的人物。所以我们就来抽吧，看这次能抽多少人哦。时间抽 ，Go！ 帅啊！传奇吗？传奇人物哎、欸！好了，周芷若。豪情就是还好，普通啦，传奇比较强。传奇上面就是应该说神话了，杨铁心，他普通直接跳过有没有？完颜平那个应该是什么完颜什么的妈妈嘛？好，其实这次不错，有一个传奇，好跳过了，哎，还有一个，两个传奇哎，其实魁北拜哦。那对了，它其实是《射雕三部曲》里面所有的人物啦，不只有一个。那我们继续抽，它是《射雕三部曲》里面《射雕》《神雕》跟《倚天》，所以也会有张无忌哦。哇，第二次感觉很烂呢。江南七怪的七怪之首，哇，这个看运很看运气耶，很吃运气耶，还第一次就是比较好。那其实他们人物里面有分五大类型，剑、力、气、技还有掌，他们是有代表不同的，应该是说属性啦。掌的话就是算比较前排，就是主力攻击或者是防御这样。哦，我们得到了丘处机。可是我记得我在看以前在看射雕啊，我就觉得丘处机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物。哦，传奇来了，谁？小昭。哇，张无忌里面小昭，我记得是邱淑贞演的嘛，很漂亮。那到时候我们组起来才知道说到底怎么搭配比较好。到时候应该会有。我印象中，我之前在玩的话，其实还有什么暴击系什么的，可是因为我的人物不够强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走那个队伍。那这次刚好我们来。抽完之后，我应该会先好好练一下，再给你们看。杨不悔，杨不悔，还有拖雷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几了？40抽了吧，所以我们再10抽就可以有神话级的人物。所以我们大概只能抽150抽左右。不过我有一些钱啦，刻了一些钱。完颜平，走开啦！欸，所以其实传说已经够难拿了欸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右边增加神话了。我们先看看是谁，张无忌一定要的嘛，欧阳锋，啊，只能这样子哦。这是谁？丘处机我有了啦。这是谁？杨康，我也不要杨康啊，这我也不要啊。小昭我也有，好吧，哎、欸，黄龙啦，好不好？黄龙，然后不要欧阳锋，我们看有谁哦、喔，洪七公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了金毛了，我有金毛狮王了。好，我们先这样搭吧 ，Go。当然，它增加了，并不是说一定抽到，如果一定抽到，大家就这样玩就好了，只是说有那个几率抽到而已。史诗，可是这个人还好哎、欸，又一个史诗了，公孙子，我记得在那个绝情谷下面那一个啦，我们得到，太棒了，不知道谁，张无忌吗？哇，张无忌第一次的，哎，第一次抽神话就抽到张无忌，运气很好哦。
等一下再去看一些人物吧。抽到张无忌，我们就要把他拉掉了。我们把张无忌拉掉。啊，不能，不能重复了啦，好烦哦。就是不能拉掉，不然我就想，我们换杨过好不好？我就觉得想说不要那个洪七公了。我们先看看有谁好不好？黄药师。杨顶天呢、欸？太扯了！我觉得都要帅哥，好不好？我决定要帅哥的，我要帅哥就杨过吧，好不好？还有黄龙，主要的人物，好不好 ？Go！ 红色，干，好像这一次什么都没有。好好好，这次运气烂一点没关系。男儿何不带我钩？烂一点没关系。等一下就可以再刷一次，再刷一波，来啊，刷一波氪金啊！我叫裘千尺，哎，又是那个绝情谷下面的人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张无忌那挂的人呐、啊。传奇，我们看一下黄龙，我们得到了。那我们这边的黄龙是不是没办法用了？其实这个侠客很棒哎、欸，他这样没有办法用了哎、欸。啊，可是因为我们要一次抽，不然我就到明天的时候再抽。我们看150抽到底几率多少吧。我们直接拉掉。入战客跟入无双。接下来应该都有了啦，这些人物都有。哎、欸，有了，这是谁？范左使，大家应该知道了吧？范左使应该左边吧，不然就范右使，应该范左使吧？这谁？杨铁心啊，有了啦，重复的就不要来了啦。成吉思汗呢、欸？成吉思汗，好，剩下应该最后的50抽了。我们直接拉掉郭福，郭福黄哎、欸、黄龙的儿子哎、欸、女儿啦，参将的儿子。好来，谁？张翠山走开，陆无双走开，有一个了。说的是什么绝技不绝技？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、欸，会不会就是我没有记住的人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棒！黄药师，哎、欸，可是怎么不是杨过啊？怎么不是杨过？我明明杨过也加那个啊！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杨过，我们是不是有用杨过？有啊，我们用杨过啊。所以你大概50抽会有一个神话，大致上。那个运气是这样子的啦，50抽一个神话，几率问题，所以大概是2%。哎、欸，又来一个了，哦，这不是，这只是传说而已，史诗级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应该只剩下一，现在是100抽了，哎、欸，150抽了。没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些钱，可是我记得这个花钱是要花蛮凶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直接来吧。你看，这样没办法，直接抽几个就没了、啊。好了，灭绝师太。再来，现在是100多少？160，这第170抽了。等一下都把钱花光光了、啊，可是我们可以去领一些东西，我去领一下好了。
哦，好了，我刚刚去领了一些任务，又多了一些元宝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来抽，应该可以抽到200抽了啦。来，现在应该是170吧，180吧。耶律齐，哦，来了，这有了啦。范左范右，郭啸天，啊，有了，太棒了！杨过，有一个笑话叫做“姑姑有了你，就等于有了我的左手”。好，聪明人才听得懂哦。太棒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三个神话了啦。那我们大概是多少？我们现在多少抽了？180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再买两次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留一点钱，因为我必须要充等一些，所以我打算留一点钱啦。再一个，这是谁？英姑。我决定我们再来一个十抽，然后就结束这一回合。留一万点够不够啊？一万个元宝，因为我要做一些任务干嘛的，买一些。这谁？好，再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们就最后一次咯。好，连红色都没有，可恶，不甘愿。220抽，好，剩9000多了，没办法了，我要练功用的。成吉思汗，好啦，哎呀，还有一个，希望是一个好人物，丘处机。好啦，220抽，然后花了蛮多钱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人物啦，真的蛮多的齁。那其实我们也只有，我们大概220抽左右，也只有这里。我本来就有金卯狮王了啦，所以我本来就是只有神话三个：杨过、黄药师跟张无忌。攻守兼备，无限复活。群体输出，持续伤害。他一样是，群体输出，免控外伤。因为其实到时候还有蛮多的技能在这边。到时候，如果我练的差不多了，我再做一个可能比较详细一点的可能流派啊攻略给你们知道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220抽的抽奖。那喜欢我的影片就点个赞，订阅一下。我是爱玩搞怪的徐大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